我骑猪你急什么？你是不是跟猪有点什么关系啊？十年了。行啊，略胜一筹啊。彼此彼此啊。孙越捧哏到底有多牛，随口接了一句话，岳云鹏差点气急眼。孙越的这一生十年，岳越也是半天才反应过来。作为相声皇后的师弟，孙越捧哏实力确实厉害，连唱三天啊、哦、五六天。您这文化水平太次了，连唱三天五六天，你到底几天呢？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啊，怎么了？五六日。我不喜欢那个字儿。没想到能侮辱到你。